八字里边如何看一个人的这个家里边的这个阴宅阳宅啊。说到这儿呢，就正好呢，最早的时候啊，这个曾经啊，现在是不是人家也是啊，说这个首富啊，不知道啊，这个马化腾，哎，马化腾这个八字呢是这样啊，辛亥啊，准确的啊，我说的都是准确的啊，距离现在正好有20年，哎，21年了吧，是因为当时跟他一块创业的有一哥们儿特早就认识啊，说这个我是留在他这儿还是怎么着，那年还闹非典闹什么东西的，说我也可以去别的公司什么的啊，当时就要出来了他们这个老板的准确的八字。好，我说这个98年、97年开始创业，到了这个2000年的时候呢，这个才有了第一桶金。哎，曾经呢，他们在这个2000年是不是那时候呢，还在这个一个地下室、半地下室啊？那时候公司，从一开始怎么这个开始的做的什么这那的啊？实际上这个命呢，直到什么呢？直到这个03年、04年啊，家里边的这个阴宅啊，有了一定的这个变化啊，这个催旺了，啊，从04年开始啊，这个命呢就已经啊，就已经完全在这个道上了啊。按照71年的话呢，就是30多岁吧，01年是33，他33转运转到壬寅大运啊，他八字的话呢，这个鱼啊，记一下啊，辛亥、戊戌、丁亥、甲辰啊，甲辰有一个说法呢，说是这个壬寅啊，后来呢，我们证实呢，应该还是啊，还是这个甲辰啊，从他这个到阴宅呢。其实盲派呢也开始啊说阴宅，但是这个后来的时候呢，就盲派说阴宅说的太简单了啊。后来呢，根据这个悬空风水呢，这个它最早呢是这个西北朝东南的这个朝向，哎，在这个八运是04年嘛，从03年开始这个应运啊而调啊立即点。给它调准了之后，它这边呢是这个什么呢，丁火呀克辛金啊，你看它的这个八字年上的这个年上辛金的这个偏财星嘛，哎，这个财星的这个长生呢对准了这个辰啊，那时候说的这个对准了这个辰啊，虚山辰相啊，八运的这个前山前水，哎，就合成了啊。反正现在基本上啊，在2年前吧，啊，这个大概是在这个丑年啊，辛丑年21年之前，实际上疫情前的时候呢，就基本上这个大部分时间在香港啊，这个来深圳都很少了啊。身体不太好啊，这个各种毛病啊，这个后来呢说决定说干脆就新加坡啊待着就得了啊，也大体上啊就得什么了啊。他这个阴宅呀、调完了之后啊，这个确确实实兴旺的太多了，眼见着啊，从这个刚开始是游戏啊，这个后来呢到什么呢，到这个微信啊，09年的时候啊开始这个微信啊这个收入啊上来了，再到后来的时候12年之后的话呢，又有那个什么娱乐呀电影啊这些啊综合起来全上来了啊，这几大块啊，这个我就说呀，将来啊我开始这个讲啊，那现在呀，阴宅呀，都已经很少了。我很怀疑这个看阴宅的这些东西呀，再过多少年呀，是不是就彻底的荒废了啊？但是啊，它也真的管用。说到这儿呢，正好今天呀，我们这儿有个这个。这儿有个这个老会员，这个老会员啊，
这个正好是看这个家里边的这个阴宅啊，看阴宅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说这个兄弟姐妹啊，三四人啊，但是呢，四个人里边啊，打麻将啊，缺一个人啊，说有一个人啊没来啊，也不想来啊，那就是这个父母辈儿上的这个人嘛，姑姑啊什么这那的啊。好，我就说这个啊，这个怨气啊在这儿了啊。那通过这个都能看出这些东西来，嗯，是啊啊。然后呢，再看这个投胎呀、轮回呀，在第一个期当中啊走不了，又告诉他怎么啊什么办法让他能走，让他这个走得快一点啊。同时呢，我们又采取这个时间呢，这个哎找了他的这个从这个阴宅的喜用神呢，到什么呢，到今年的八九月份的时候呢，又可以保证他呢这个能有啊工作财运上边的等等的好的这个变化，怎么做啊，都是从这个阴宅这里面出来的啊。再说另外一个人啊，就是马云啊。这个马云呢，也是在2007年、2008年的时候，他的这个实际上相当于那个年代的他的这个二把手啊，这个过去好像是个警察，那这个叫什么风啊啊，这个行里人都知道啊。那时候来北京啊，办这个就是他们办这个支付宝啊，阿里啊，办这个支付宝的这个许可证是怎么着啊？哎呀，这个差不多一两周就来我这儿一次啊，就看啊怎么能顺利的办下来。那时候呢，这个也是啊，准确的64年的啊，甲辰年，癸酉月，壬戌日啊。基本上在乙巳跟丙午之间，最终也没再确定。但是那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的，就跟他说，这个财神呀、用神呀，这个是正东方，啊，正东方。他说现在就在杭州呢，啊，这个正东，没别的了啊。我说那你就在杭州就待着，就正东方的喜神吧。但是呢，那时候大概是说。2007年要是丁亥年呢，2017年啊，2027年，反正就说是不到20年吧啊。这个以他这八字里边，截止到去年为止啊，破库啊，这个卯酉冲，你看他去年啊、前年啊，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啊。好像最新消息说是这个已经在日本啊，已经在日本了啊，这个。好像又说那时候说把钱给转出来之后干点什么呀，干点什么怎么着啊，那时候我就说这个买房子呀，买地呀啊，这个怎么着的啊，好像说最近开始动手了啊，开始准备这个在日本好好做投资了。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还跟你们说过，我说这个日本关注一下啊，这个有大的这个资金啊，大的这个什么人势力啊，已经开始往日本这边进来了，杀进来了啊。日本的基本面啊，这个不差。基本面要是不差的话呢，从它的这个汇率啊、日币啊贬值啊，哎，现在好多人都是这个投资的最佳时间了、最佳时机了啊。好吧，那他这个八字里边呢，甲辰、癸酉、壬戌啊，这个乙巳或丙午啊，这个时间呢也是说往东边啊，那就他的喜神呢也就出来了啊。这个刘强东，我们说刘强东，刘强东重点的看看婚姻吧啊。这个我就说呀、啊，我在后边啊，从阴宅开始，阴宅、阳宅、婚姻啊，这个等等，从这几个方面啊就开始啊，就开始这个挨排的讲了啊。刘强东啊，73年在他们这里边啊最小的啊，这个73、74的呀 74的应该是啊，他有两个生日。那时候当时呢，这他那里边也是高管啊，说不知道啊。这个后来经过查，
这个74年啊，74年的有一定的这个格局啊，而且呢，74年要是这个格局的话呢，还不错，有点那个檐上格的意思啊，有点檐上格的意思，就是年上的甲寅、月丙寅啊、丙戌日啊到庚寅时啊，那这样是话的话呢，这个明显的比73年的那个3月份的那个生日呢更好，更接近于他的过去的这个现实啊。你要按他的这个檐上格的话呢，这个财星啊在这个年干上，那前几年在美国读书干嘛去啊，被人家给告这个强奸，我天哪，那个事儿等于到最后呢弄完了啊，弄完了之后呢，这个女的呢拿了钱之后呢也就不告了啊，这个事儿呢也就宣布那什么了啊。他老婆是爱喝奶茶呀，还爱喝什么呀，什么东西啊，啊那个为什么老叫人家这个奶茶妹呀， 啊好吗，我是说长得也不像奶茶啊，但是呢文文静静的啊，还挺好的啊，这个年龄差的，哎，他八字当中啊，这个也就是他现在的这个身份啊不太能那什么啊，檐上格的人呢到43啊这个期间啊，财星啊正偏财就混杂了，两个丙火啊是这个兄弟结妻啊，兄弟共妻啊，或者是说身边呢就极容易招这种这个人啊，我估计啊每次外出啊啥的呀，这个也没闲着啊，也没闲着，反正呢这个就这样啊，人的这个性格当中啊本身就是什么呢，本身就是说这个木啊，木火太旺啊，这个盲派啊说啊，木多生人心最直啊，所以他以他当时的这个身份啊、地位啊、知名度啊，你说你到外边搞这些事情啊，你还不这个小心点儿，结果让人家从这个头啊拍到尾，到进他妈的这个房间里边、酒店里边这些啊，这个都让人拍着了，所以人家有充分的这个证据啊。他说啊，一生不会把事瞒啊，他说不会藏着掖着，所以他这个人啊确实有他的这个檐上格的这个心直啊，这个傻不羁的这个方面吧啊，就在这方面啊，这个谁要说你三声好，这过去都是盲人师傅得说，谁要说你三声好啊，找不着北和南，反正这意思啊，这个又帮人又帮钱啊，容易上当和被骗啊，这个哎，从这个盲派说他的这个木火檐上格的时候呢，就说出来这个特点了啊，他那个呢，反正你说他的这个桃花呀是不是被骗了，那得1%的被骗了啊，这个在这期间据说还有好几起啊，这个准备出来啊，说刘强东啊，你这个贼人啊，我要告你啊，刘强东想了想啊，说确实是啊，我去那年啊，去哪儿啊，迪拜啊，哪儿啊，我确实是遇见一个酒店里边这么一女的啊，那剩下的事儿呢，剩下事儿赶快给钱吧，这个了了就完了啊，这个好说啊，所有的这期间这个事儿就都完成了啊，哎，所以说呢，这个通过他呢，咱们就说呢，这个将来呢，看这个盲派断人性格的时候呢，哎，我们也有啊，他很简单，他断人性格呀，这个直接，他就从这个你的月令上边到整个的八字上边，分金木水火土，看哪个多，看哪个少，他就开始断，哎，他就开始断这一块啊。说到婚姻的重点啊，这个我们拿刘强东这个八字里边就说的话呢，他说呢，这个日支当中有财星的人呢，哎，这个好得多啊，日作财星为喜用，判断婚姻看日支啊。
他这个命啊，财星啊，跑到什么呢？实干上去，而且呢，这个实干上的财星呢，地支里边合成了寅午戌的这个火局了，实际上是跟他的这个任何的一任的老婆都是极为排斥的啊。他们现在这个身份呀，就有点像共产党这个官员啊，这个出去啊还拉手呢啊，但是呢都是给那些记者给那些什么人啊拍照片用的啊，但实际上啊他这个他从不拉手了啊。好吧，这个到了五十一呢，你看他这个开始啊，这个五十三啊再转运过来，七四的今年整五十啊，五十一啊，这个哎，他这个到了这个后边的这部大运啊，就转到戊己庚辛啊，壬申啊，这个申金呢，跟他的这个两战啊，两战也已经那什么了啊，冲了啊，实际上呢，在这里边又说一个事儿了啊，马化腾呢，这个长期的在东南亚啊、新加坡啊、香港啊这边就晃悠啊。马云的话呢，从前几年转了一大圈，欧洲啊哪儿啊转了一大圈，最后也落户这个日本了啊。这个刘强东啊也蔫不唧唧的，他的财神在西方，在西方一不可能啊。那个当时那个时候就说我就说要去那个斯坦国呀还是去哪儿啊，因为你不可能去新疆啊西藏啊，那边都在西边嘛啊。最后选的是这个迪拜，哎好吧，呵呵，在迪拜也还行了，好吧，正好也是这个金的喜用神了啊。反正呢这几块料啊都已经那个什么安全了。结果说到这儿的话呢，今天我还有国内的，以前呢这都十几年了啊，这个做公关公司的啊，做这个什么的，曾经在这个云南某个区旅游啊什么这那的，还是那个首富呢啊，第一富人呢啊，现在开始啊也还是说啊不行了。其实前两年就说呀，这个走了得了吧啊，这个就是因为后边还有些啊散碎的银子啊，就在这儿消耗啊，到现在这个月可能估计啊真的是说大势已去了啊，付出了更严重的代价啊，这个才开始说啊就跑了啊。这两个人都是啊不同程度的去年受到过重罚啊，这个还有其中的一个哥们儿啊，被关了几个月，那被关了几个月也开始啊这个不行了啊。马化腾跟马云他们那个公司好像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也被重罚过两笔什么钱，多少亿呀、啊、多少钱呀、啊、我靠。他们这个方式啊都是怎么着啊，就是在疫情前呀、啊、就已经谈好了，但是他们呢就是慢慢吞吞的啊，慢慢吞吞的，他现在不是让你把公司交出来，是让你人还在这儿啊，人还得这个什么，但是主体呀、啊、各方面啊已经被人家收购了啊，这个不花钱零元购了啊，就相当于美国的那个黑人啊上你们那店里边零元购去啊，人家那就零元购了啊，好吧。但是你还不能走，你还不能那什么啊，允许他们走，允许他们转移出来一些资金啊，也基本上对于他们来说也够了啊。还有吧，后边呢我就说啊，在这个张一鸣啊，张一鸣是最小的，83年的这个，还有一个谁啊，这个现在这两年最火的啊，台湾的黄仁勋啊，这个英伟达的这个哈老板啊，前两天的时候说了一句话，那这个有人说是口误啊，我说这样的人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说口误的啊，说台湾这个国家好吧，我就说你就说吧啊，这个八字里边是最有格局的啊，这个黄仁勋的这个八字里最有格局的，下回咱们再说吧啊。这个张一鸣的这个八字里边啊太鬼了，太狡猾了，他这个有一个明财库，有一个暗财库啊，好多人说这哥们都退了啊，今日头条啊字节跳动啊这什么都退了啊，我就再说啊，这个在你那儿退了，在你那儿
在人那儿有这个更新的方式啊，好吧，这个反正啊，有好多人说对他的这个出身呐、啊，这个家里边什么背景啊，这么年轻就怎么着了呀？啊，好吧，嗯，没什么大背景啊，就是被人家选中了而已，好吧，哎，就这么点事儿，嗯。